老公，你怎么变这样了？我问过呀，我이렇게변했어。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장혜정입니다老公有一个大变化，给大家展示展示。剪了就变好看了吗？剪了不一定好看，但是不剪了肯定不好看。所有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继续把头发留长，就是过去一年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得很不顺，心情也不太好，慢慢的逐渐走出来了，迎接全新的生活，改变，从头开始，换一个新的造型。这期的主题就是换新。比如说呢？比如说媳妇儿肯定是不能换新的了，手机摔裂了换一个新的，但是呢发货那个时间好像正好是我去韩国之后的第二天，不知道新的手机能不能提前收到，手机壳和手机膜已经到了，等我有了新手机就可以拍一些我的旅游视频。那先看一下我最近生活的记录。不就跟家休养的吗？我也出去玩了，看看啊。有没有拿你啊？여기있다，可以买两点。我到了姐姐家，但是卢洪泰现在出去了，一会儿他们来看看他们的反应。秋雅，你们一个陪吧，一个你给，一个马秀雅，慢着吧。哦对，一直问，真的肚子里有孩子吗？有宝宝吗？一直问。이렇게만져도돼손바닥으로해도돼지우야네이모너무오랜만에봐서어색해살살만져준다얘기해봐동생아엄마가동생여자라했어남자라했어여자여자동생아언제나오니아직없어너배신기하지내마움직인다안에서아니근데왜그래아니이제조금있으면움직여좀 이따 보면 움직여움직일때 이모가 알려줄게얼마몇밤자면동생태어날까뱃속에서언제나올까열밤열밤열밤다섯밤와지우야이모마음에들어요지금머리랑지야이모봐봐나시도아이고이쁘다지금머리가완전지금니네가거울봐완전찰떡이다찰떡너무예뻐마음에들어요아주예뻐요지우이모한테생일에는임신축하합니다시시시임신축하합니다사랑하는효정이지우한번더할까요네지우는안했죠그래지금몇개야이모가몇개잘랐어어두개맞았어이얼산스해같이맛있어지우야我去这边吃饭，店特别小，我还得等，等就等吧。这种哇，最近流行这种相机吗？正好咱家没有扔。最近没少出去吃啊，因为最近食堂比较稳定，所以呢出去吃也不会特别高，因为呀生完孩子之后三个月出不去，现在是最好时期，而且天气也好，能出去就出去。这个相机的画面画质是90年代的那种感觉，我拍了但是没有内存卡，是郑晓珍的风格。哎呀，大家回家了。在外面活动太久的话，不管是走路还是坐下都很累，所以呢吃完饭很快就回来。先买的没有扔，现在很有价值的相机给大家介绍。有专门卖复古相机的店，价格也不是很便宜。我大学的时候当时去上海去旅游的时候用它拍了，这个也是我大学生的时候自拍的，当时拍的很多照片给大家展示。现在所以这个手机多么方便呀，这个这么沉这么厚，为了拍照片我就天天拿着臭美这样子的。我姐姐用的技术稍微发展了点轻。为什么又流行复古的那些东西呢？最近开始流行90年代的那种风格，不仅仅是拍摄，还有穿衣服的呀。一个女团是 New Jeans， 他们的一些风格、稍微有点90年代。有一个 MV 是 Tito Dido， 那个完全是90年代那种相机拍的 MV， 画面感还是挺好看的，所以就更流行了。最后呢是这样一个 Film Camera， 就里边加这个东西。
东西，打算朴正宇出生之后，我想给他就这样拍照片。当然用手机拍照片是更方便，因为随时都能拍嘛，所以呢照片太多了，整理的时候很复杂。这个删还不删呀，照片太多了，云盘上转上去其实翻一翻看一看的机会很小，还是用这种 film camera 拍照片的话，就真的珍惜那个瞬间，就拍几张就 OK 了嘛，到时候打印出来用一个相册给他弄一个，更有纪念的感觉吧。这个的话我现在看网上的价格，韩币这个价格孩子的东西，上次实体店简单去看了吗？这几天我在网上比较比较价格，确实价格便宜，陪我一起去看一看。网友们评论区写了，为什么不拿姐姐家婴儿的产品，用她的不就行了吗？其实我姐姐呢，把那些东西早就卖掉了，二手。现在准备婴儿东西的时候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呢是你就买一个新的，用完了很快就卖二手，价格说60%或者50%都能收回来。第二种办法呢，你就用便宜的价格买二手的，我选择了第一个办法，买了一个新的，到时候我肯定二手卖掉了。但是我最近看了欧洲养孩子的 vlog 啊，孩子的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什么婴儿上衣床啊被子啊之类的，都是孩子的姥姥或者奶奶呀、祖传的，对，保管好了给自己的孙子，比如说你穿的玩具或者衣服，我愿意给朴邓宇，很有意义嘛。但是呢我小时候用的早就没有了，不过呢剩了一个东西，对对对，我们拿一下是吧，这个熊郑小珍小时候的熊公公，小是二年级的时候，多少年了，18岁了吧，这有你带过来给普登尼朋友送的熊，这手感特别好，我知道，特别软软的，这个是祖传的，很可爱的，也不算祖传吧这个呢是新的，到时候看看普登尼喜欢哪个。哎，这个是兔子，可爱的，手感特别好，小的时候玩这个小的，长大之后玩那个大的，再大点时候玩那个怎么一直背对着我们呢，好像心情不太好似的就是啊，为啥呢，家庭地位退步了，能感觉到，感觉你也要换新的了，有新的喜欢的小生命了，他就有点失落。爱你呀。成又成，这个没有戏不满意的哇，您这些日子没少吃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吃呢，就是你来这儿的时候，哎，老公喜欢哪个餐厅呢，然后我就搜一搜、先尝一尝。你是替我去探店了，对对对，这挺好吃的。看你这 vlog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国庆节要去那儿好好玩一玩了，最后的玩的机会了啊起码就3-4年没时间这样吃饭吧。哎，自由散漫的生活啊就要结束了。一个嫩戳糖，这也是替我吃的是吧，就是这个也挺好吃的
我的手机提前发货了。哦，好像明天就能收到了，恭喜呀。下一期视频就我们一块在韩国拍了，还有一个惊喜，到时候给大家展示。猜猜什么惊喜？那期待下期视频吧，安妞大家。哎呀，收工。老公啊，这孩子的名字你到底想好了没有？想那么多那么多名字，最后还真有一个我觉得挺满意的。停，不允许。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网友们去其他频道看看吧。我的频道叫东哥安全第一，其他频道也不行。一个呢，秘密，以后世界更美好了，给大家看看。今儿就聊到这儿，收工。哎呀。